好，我们看15题啦。他说根号的5平方分之1加4平方分之1加1，他问等于下面数字哦。好，那这里也等于说是计算题的选择写法啦。好，那这里没什么技巧，你就直接把它计算。好，我们这题啊，直接把这边通分，第一个同乘以4平方，这个嘞同乘5平方。那这个一没什么好写的，就是嘞上下同乘4平方跟5平方，就是上下一样了。好，这是计算的过程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写出来。好，第一个是400，再来往下，所以这边是16、25，加上后面的4平25的话是400，所以这些题目数字设计得很漂亮哦。所以刚好是441，这边是400，然后刚好441是那个啊，完全平方数啊，所以这题答案441是21的平方，所以分子21。400是20平方，好，那我们把它除一下，1.05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一题就单纯计算就给出来了，所以这一题答案选 B， 好，结束。